就设定了两个标准哦。第一个是要会英文吧，会英文你自然就看的比较多啊，对不对？懂得比较多啊。然后第二个标准呢，是这个你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样的标准呢？这你会英文啊，可是你不能有那种汉族优越的心理。什么叫汉族优越心理啊？我会英文讲国语，然后对那个一切讲台语的，通通瞧不起，那就是汉族优越心理嘛，就是标准哦。什么标准呢？就是过关的标准吧，不然这不是我嘛，是一个全部的人的一个，你会互相这个好像管制一样，互相都会有这个。会炮火哈，这如果你是会英文啊，然后自视很高啊，那个本地人会打你嘛，就这样子而已啊，不是说真的打，就是会有那种炮火，你这对不对？那不是我的标准啊，是一个现在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现在就是这样子。